如哥重机呢？重机现在拖去保养厂了，就看他怎么处理了。来喽！对方打野是贝伊尼克，他这样子的话，前面节奏可以带很快。那悟空前面节奏其实偏慢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点被克制的地方。快点，我们先赶快上四等吧。哇，下路这么多人是怎样啦？他们完蛋了。他们完蛋了，我就说他们继续在那边操。这把如果我没有凯瑞，我帮我妹洗脚啊，好不好 ？OK。哎，贝尼克，发现你的蓝不见了吧？苏虎，跟你讲，这游戏就是要这样子玩，知道吗？看谁的心机比较重。那我们现在先，赶快把这野怪刷一刷吧。嗯，能做的事情就这样子了。哥，我这边可是圣剑啦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恭喜敌方被扬，队友很疯哎，他直接这样进去。这边好像没机会，那我们就直接走了吧。这中路兵线能蹭一下是一下，快点！ OK， 中路兵线带掉。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哇操！哇操！你们疯啦！你们是头壳破掉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被我敲破了。上路这边感觉可以定格一下哦，这佛罗伦感觉很嚣张哦。哎，怎么？哎，哪有人用到我的惊死人哎！我这个一技能隐身按不出来啊，走出去的时候直接露头啦！天哪、啊！哇，这两个人是在比招空的吗？OK。来吧。进攻敌方防御塔。这个凯撒就直接给他拿起来。然后野怪给他反起来。嗯，再来就是把我家的蓝 buff 这些收一收，好像也还不赖。菲尼克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，我方凯撒后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胆小啦！胆小啦！太多人了吧！你们天哪、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，一整坨的、啊，烦死了。OK， 这里是。要被打！中路兵线。OK， 然后这个野怪应该是可以拿的了。对方守野怪的意思没有到那么好，但这个罗尔他在塔下，我们就不用管他了，我们就直接把这带一带，然后他如果敢往前就杀他，如果没有往前的话就不用理他了。然后这个龙也直接把它吃掉吧。哦，谢。快走！
萨，你被太强了！做好准备迎接更强的武神了吗？艾米凯撒，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哇操！下面有一个眼啊，直接被阴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手汗一直流啊，没有办法很好很丝滑的操作啊。纳塔亚那个精明的商人，OK， 死神镰刀，然后再预购一个复活甲，复活甲买卖用，哎，不是预购死神镰刀。等一下，我这个现在流手汗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难搞，哎，对方爆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谁出来杀谁？就这么玩。哎呦，还一个输呢！哎呦呦，好像没办法，我们先回头拿自家的蓝 buff。哦，再来可以准备搞事情啦！这佛洛伦到底好不好杀啊？他好硬哦。我需要出天虫鱼才有办法杀他。我们这边就是慢慢敲就好了。我需要天虫鱼才有办法打得更痛啊！但是为了他出天虫鱼，好像有一点不值得，不值得。隐身都按不出来，天哪！哎呦，还有一个瞬移啊！哎呦！他要狙了，他要狙了 ！OK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我现在流手汗，我那个什么隐身那个技能按不到啊，我就直接走出去露头啦。不行，这个代表说哦，我们今天开采就要到这边结束了，啊，我有收到有凯瑞啊。OK， 卢哥，你的紫色奥义带十多萃吗？没有，五精灵五多萃。OK 啊，好啦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的排位就到这边结束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Check it up.